好，现在我们是不是请蔡总经理还有杨总事长交换手中的备忘录，象征双方完成签署合作备忘录。好，我们再捕捉另外一个画面好吗？我们是不是请这个备忘录呢留下一份，然后打开，然后面对我们的媒体朋友。各球队是怎么经营的？以这个观点去看，反而不是会说要谁哪一队赢啊，哪一队然后谁打得比较好。对，现在就会比较是从这个观点去看，所以我想可能以这个观点去看这几年，其实也是比较有吸收到一些经验，对啊。但是毕竟这个还是团队的一个运动，也是一个团队，好的团队才能做好，也不是一个人，所以我相信。未来就是希望我们的团队能够非常的好，然后沟通非常好，然后效率非常好。我觉得还是有很机会可以做得很好。对，谢谢。